穿着黄色霸捷背心，民众骑着机车浩浩荡荡在凤山行政中心前集结。霸捷机车贪食蛇车队，霸捷团体有信心要把贪食蛇晋级成贪食龙。 距离霸捷投票日倒数七天，最后一个黄金周，霸捷民众展现意志，游行诉求，大声喊出来。一样，反来猪，霸黄捷，教训蔡英文。霸捷团体乐观估计，串联整个凤山区会超过千人参与游行路线，穿过大街小巷，要大家2月6号出来投票。这个反来猪嘛，对不对？ 他那个议题的时候，他就绕跑啊，我们这个就是要让他下架。但黄捷为了反罢免，一早也行程满满，在市场发春联，由凤山在地立委许志杰，还有专程南下相挺的无党籍立委林长佐陪同，双双力挺黄捷。这一次罢免团体提出的理由很明显，就是，要针对我们来进行报复嘛。 把握最后一个黄金周，不管霸捷还是挺捷团体，双方各自展现气势，隔空交火，不到最后一刻不敢轻敌松懈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